2018第七届中国彩虹媒体奖颁奖典礼。视频影像类最佳报道入围的有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、 LGBT 在中国一活出阵亡、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、 LGBT 在中国二飞跃彩虹、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、新媒体部以爱之名、凤凰视频、生命解码接获同性之爱、新浪视频二更、最特殊合唱团精英白领争相加入，成员都是同性恋者。凤凰视频，北京时间被限制自由殴打谩骂治病19天，同性恋者状告精神病院胜。